嗯，往中，哇，冰没了，等下他还想打，哇，这 AD 也太狂了吧！这么离谱！吃饭，吃饭。<笑>我开个，我他妈开个武器箱，旁边十把管枪在锤我。 箱子都还没开，武器长什么样都没扔到我就死了。<笑>赢了，一只啊，送你拿25万。干杨宁，他是想戳自己。小健，我这个输赢是没差，但你应该有差吧？这关系到你有没有25万可以拿。嗯，给一个家人花干，真香。嗯。 男枪没有啊，男枪应该是最好的选择。螳螂吧。看到你结交女朋友了，会不会也会想交一个女朋友，还是一样随缘小老鼠？小老鼠，不用看到人家有什么你就有什么，自己开心最重要。哇，空月，。提摩打野最后希望，小柴犬空掠，哇，这晚上这么多人啊！嗯，这么骚，这是什么骚套路？哎呦，顶一了！哎，这个三小啦，他的嘲讽呢？干嘛？哎！ 他妈会玩的这些人，全来了，我吐了我。你要看到他干嘛吗？我吐了。该不会被我魅惑了吧？哦，你那个我真的不行哎、欸。<笑>真的、啊、不可能。哎、欸，辅助没闪，小心哦。傻小。 意思啊？哎，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上路开通，上路赚，赢20刀又赚大皮。这都不用死吗？哎呀，这辅助，你是怎么 ？OK， 推荐。 我先吃吧，我先吃吧。OK。可以抓辅助，我在后面，你压他，你压他，你压他位置。我没招，没招。但没什么戏，猫可以在。卡莉丝也挺肥的。蓝鸡。 哎呀，好痛啊这一套！真能扭这一 D， 哎呦，哇，这么痛、啊，可以吗？哦，有人扫到了，可以。嗯，你怎么没了？哈哈哈，你被喷死啊！没事啊，这波虽败犹荣。越下，越下，越下，越下。哦，这男枪啊，留不见了。TP 啊，他这个 TP， 好像可以哦，好像可以哦。 可以，这个嘲讽。我们大哥，请问要下来了吗？大哥，辅助重伤，下个 TP 扣一下。有扫过吗？有，这里没影，这里没影。哎，辅助，把他，卡莉丝进去了。
哦，这个人发疯了，火箭腰带想收我，我回了。应该收了。没事。没想到吧？凉的。他十等 ，nice 啊！首任特哥。哇，偷吃被抓。嗯。可以啊，这波。挡得了吗？别操！杀了。这个上跟 AD 跟辅好像不是同世界的人。起飞小剑，这波打得好，剑魔王想搞，好没事，正放了正放了，哦，可以背对一下啊、哦。大家呢？男枪没什么血，男枪没什么血，要吗？要吗？要吗？我搭载，我就可以，我就可以。慢着，我操，这跑太快了吧！换着了，应该杀了。嗯，往中，往中。哇，丁磊了，等一下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！哇，这 AD 也太狂了吧！这么离谱！哇，这 AD 真的离谱！他有够强啊！干他是鬼吗？还在那个跳，他很享受这个秀的感觉。柴犬，好狠啊！难受了。哎 ，TP TP TP TP。我操你妈！走了走了走了。哇！主要是那冒凯三棒，那凯撒飞进来好难受。我操，这三角！我操，他直接起飞，太恶心了！哇，闪了！你别送，别送，别送，别送！四龙吧，你先离一下，准备四龙吧。剑魔来了。哇，好离谱！妈的，他那个吸血真的离谱。拍怕，凯撒 OP 脚。没办法，我们少人家一个职业选手。吃烧罐，吃烧罐，但男枪要到了。哎，大家可以在那吃。男枪搞不好没闪，男枪搞不好没中，我的拿下。嗯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哇哇，你是攻略狂吗？哇，这伤害是真的有点离谱，高的离谱。现在八龙的范围变那么小，你们好像不想给面子，要一波。我操了，这什么鬼伤害？哎呀，我操你妈！满装魔剑凯撒太猛，比我满装还强。我应该把我的那个福利照抛出来干扰他们一下。嗯，身价 up up。毫无悬念，拿下了翅膀。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。知道你很爱秀，小柴犬，我就开着这个面板让你高潮一下，我帮你秀，我帮你秀，那是玩得好，说玩得好，你不知道能说什么，玩得好。